Ari， 第一樣嘢睇就係點樣解讀今次嘅沽貨咧？可唔可以當277蚊呢個披露價係比亞迪短期而言嘅頂嚟㗎啦？可以咁講啦，其實呢次咁啊，其實自從上一次嗰個嘅睇翻我資料話，突然間巴菲特即係股神嗰啲股份轉咗去嗰個證券行度啦，搞到其實你都知道，大家之前都準備啊，佢嚟料啦，應該沽貨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即係最終將呢個事件咧係確實咗啦。咁好啦，其實你睇到自從嗰個消息公布之後咧，其實你見到比亞迪股價八月初嗰八月初以嚟啦，其實都係慢慢係落翻去啦。當然期間咧，都唔排除頭先你所講嘅，就可能股神已經沽緊貨啦。咁到而家估大概你 around 接近500,000股啦，仲大把貨出啦。咁其實佢睇翻個最新公佈價咧，平均價277啦，但係其實最高價都去到280幾樓上嘅，即係曾經。咁所以你都大概可以去咁理解啦。可以話咧，由280幾，甚至乎之前，因為我哋未知幾時沽啦，因為冇公佈啊，可能咧你用一個300蚊呢個關口咧。做一個頂咧，去盤算股神個心嗰個解讀咧，都可以係幾比較合理啲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如果就用股神去判斷比亞迪，可能咧300蚊真係短期嚟講係一個幾壓重嘅壓頂啦。即係你要真係再上翻去都幾難。咁所以你話係即係可以咁解讀咧，話300蚊一個頂。但係你話再落翻去，其實睇翻嗱，比亞迪啱啱公布業績啦，其實大家見到業績就喺。嗰個變動數字增長數就好靚仔啦，個基數啊，同埋本身行業嘅增長啊，佢同埋已經係完全投入去整車專去做新能源汽車啦，即係成架車嘅嚟講。除咗話佢哋嗰個手機嗰、那個即係比亞迪電子嗰個比較失色之外咧，其實汽車板塊方面業務咧亦都比較強勁。咁所以其實喺行業嘅前景啦，同埋本身業績嚟講都俾到個支撐嘅。咁如果睇翻你話比亞迪睇翻周線圖咧，其實喺今年大概即係睇翻今年嚟個走勢咧，同比翻到舊年係有個少少雙頂嘅情況，嗰、那個支撐位嗰個線咧大概喺220到240左右啦咁計。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可以 around 可能就用嗰咁嘅做一個策略啦，就可能係貼近翻去240嘅樓下，可以試一試吸納，然後去翻280蚊樓上要小心啲，或者可以止一止賺，做一個短線嘅策略先咯。長線嚟睇，其實比亞迪到而家嚟講咧，其實佢都未穿過上升軌嘅。呢個都係反正證明翻成個行業咧，即係攞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咧，仍然係一個比較高速增長期嘅底物嚟嘅。咁當然，可能股神個心態就係佢價值投資化。其實而家比亞迪個市盈率都係講緊接近188倍啦。咁其實都可能都相對比較高，同埋更加有等更加大可能。我唔知佢點諗啦，但係當然更加大可能就係佢本身自己嘅公司嘅資金嘅調配需求啦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就算你股份點掂，可能其他方面麻麻地，可能都需要錢嘅話，咁正如好似騰訊阿媽、阿里巴巴嘅爸爸都要減持做一啲嘅即係現金嘅一啲嘅調動咯。咁所以其實。係，我諗可以咁解讀啦。係咯。咁嗱，頭先你都俾咗啲比較明確嘅，即係指示位，譬如話支撐位，你覺得喺220至240蚊嘅。咁譬如話個頂位，你就覺得唔好睇到咁盡277蚊啦，因為佢之前沽咗啲貨，咁都冇披露到個作價啦。咁可能都係280蚊樓上咁樣㗎。好，譬如持貨嘅投資者，你會覺得啊，你頭先都建議大家220至240吸納啦。今日而家對盤未對完嘅，不過跌咗8%，你會唔會覺得持貨嘅都唔應該喺呢一刻沽貨先啊？如果咁睇咧，去翻今嗱，如果睇翻啱啱嗰今日日，即係睇翻個線圖啦，其實而家最近比亞迪個股價走勢都係弱啲，加埋今日消息開出嚟，一定會有反應噶啦。咁可能去翻大概可能250幾啊，240幾啊，230咁樣。咁呢個可能咧就留意下啦，頭先所講啦，可能反而就唔使心急而沽貨，因為今日肯定係最人心惶惶嘅時候啦，終於大家反應，但係你。有啲事一樣嘢就會習慣㗎啦，即係聽翻騰訊啦，都係啦。騰訊哇，佢話當阿媽話要啊，我唔要仔，我要錢啊咁時咧，哇市場好恐慌啊。但係你跟住騰訊股價係慢慢上升翻，而家企穩翻320幾，所以其實都慢慢習慣翻。其實最主要咧都係睇緊嗰個估值啦，同個業績嗰個動力咯。咁所以覺得有貨嘅唔需要咁驚慌啊！今日即刻話要我車又唔要啦，乜都唔要啦啊！揸住架車先，咁起碼。你想想我成日都講啦，其實而家成個市場嗰個可以選擇嘅行業唔太多。新能源汽車其中一個咧係比較，起碼佢嘅數據交出嚟咧係有一個仍然喺高速增長期。咁所以你話即係爛船都有三分釘，即係估值高極都有個譜啦。咁所以都可能咧都會繼續咧
有實力的投資者都繼續揸住咯。嗯，30蚊都穿埋，最新就係跌緊33.6啦。就係報229.4嘅。好，有兩個朋友都揾你求救嘅。第一阿亮嚟嘅，佢話267蚊有貨，佢話幾多錢沽咧？唔該曬你。第二個觀眾就係 Abby， 佢就話300蚊有貨，點算好咧？咁係啦，你俾啲 advice 佢哋啊，叫佢哋冷靜啲，定係話啊，而家開市之後個跌幅都比你預期大，可能要調整一下你頭先個講法咧。嗯。如果你去翻你翻230，等於頭先講大概220到240啲 range， 其實可以考慮啦嚇。咁其實我覺得去到呢個位嚟講，因為今日跌幅一定係大啦，即係嗰個頭先我所講個反應，第一下反應一定會有急速嘅。同埋今日個大市都跌啦又。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嗱，因為比亞迪喎，我又唔好貿然叫你溝貨啦，因為比亞迪個一手成本都比較高啲嚇。咁我覺得冷靜少少先。譬如話第一位觀眾講緊佢係想幾時沽，咁我覺得。你我唔知佢買嘅幾多啦，267 OK。咁其實你話有冇機會慢慢收復翻啲咁大裂口咧，都唔排除有可能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你不如你就嘗試繼續揸住先咯，我咁建議啦嚇。咁溝貨呢樣嘢就睇你個資金嗰個自己嘅情況啦，因為比亞迪都唔係小嘢嘅嚇。咁所以又要留意翻你自己嗰個風險啦，承受風險啦。咁去翻起碼我覺得可以，如果要沽嘅話。大概可能你去翻270到280呢啲 range 睇有冇機會上翻去沽沽啦。咁即係兩位觀眾300蚊揸住點搞咧？咁我頭先都分析過話，300蚊可能一個比較難啲嘅一個框架要衝破。咁所以你只能夠希望盡量咧係即係將嗰個虧損空間減收窄咯。咁所以正如頭先所講，可能你譬如上翻去。270到210呢啲 range 咯，可唔可以即係做一啲指示咯？嗯，好。